1970年代，林青霞的美艳绝演艺圈，是台湾影坛中光芒四射的艺红星，与秦汉、秦祥林、林凤娇合称二秦二林。然而美人情路多坎坷，她与秦汉、秦祥林的三角关系堪比戏剧。她与富商行李员结婚近30年，屡传婚变，如今67岁之际，她早已跳脱儿女之情，活出自己的精彩，也不断带给外界惊喜。啊，你都是第一次见我，都是在影片里面见到我，是吧？是啊是啊，我那时候是你那时候拍《窗外》的时候，个导演咪同你试镜，试镜咧喺入边拍嘅，我睇到你同个张丽人喺一起咧，咁张丽人就好大方啊，都好敢演，咁你咪匿埋喺佢嘅后边，我唔敢出嚟。系啊，我第一次都系喺电视度睇到你，七色桥，咁你第一次睇到我都系嗰个巴里面嘅那个视片嗰度见到我。咁個導演就話嗰個你嘅同學可以演嗰個窗外嘅女主角，咁我咧就覺得你比較似嗰個窗外嘅女主角，所以你今日之所以行嘅，應該多謝你。係啦係啦，我愛你，愛瘋了你，你愛我嗎？可以還用問？1972年，18岁的林青霞與同學走在熱鬧的西門町街頭，內斂又空靈的美被星探一眼相中，擔綱電影《窗外》的女主角。接着他以《纯纯的爱》《云飘飘》等片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爱情片明星，也是琼瑶电影御用女主角，以《我是一片云》《月朦胧》《鸟朦胧》等片人气席卷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地区。之后他把重心转往香港影坛，凭借古装武侠片中的优秀表现成功转型。好酒，有两分姿色。你也有两分姿色吗？就在事业顺利发展之际，1994年，他与富商行李员闪婚并淡出影坛。会突然有这么大的决定，与他过去坎坷的感情路有关。你在想什么？往事。你知道我过去的事吗？跟康奶奶。玉梅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喜欢你。18岁的林青霞拍《窗外》时，遇见了已婚的26岁秦汉，两人的爱一发不可收拾。但男方正宫邵乔英坚决不离婚。我不能没有你，我没有忘记过你那时候的样子，不要再跟我捉迷藏了，你简直在虐待我。1977年，林青霞、秦汉和秦祥林在琼瑶电影《我是一片云》中合作，当时的秦汉由于老婆不愿离婚，没有办法之下当起缩头乌龟，让两个女人拼个你死我活。秦祥林则与萧芳芳站在离婚边缘，被林青霞魅力吸引的他决定出手追求。戏如人生，林青霞和秦汉、秦祥林将片中的三角恋延伸到戏外上演真实版，而被两个有妇之夫青睐，哪怕林青霞再怎么红，也扛不住舆论指责。1979年，在第25届亚洲影展结束的当天晚上，传出林青霞服药自杀的新闻，幸好被及时送到了医院。当时有两种猜测，一是因为影展上没有一部自己的作品出现，二是和秦汉的绯闻被大家指责身心俱疲，答案至今悬而未决。也是在这件事之后，林青霞放下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，必走美国。刚离婚的秦祥林追去当地安慰她，随后就传出两人订婚消息。然而在应该开心的日子，林青霞因忘不了秦汉，哭红了双眼。那时候我要订婚的前一晚啊，我是三藩市打电话给你，我说我第一第二订婚了，
咁你，我谂住系你啦。你终于订婚都冇订啦，我即刻嚟揾你。吓、啊，点知你唔系喎？你话，你毫冇乜反应。都冇乜反应，我就订咯。1984年，林青霞解除维持4年的婚约，回到台湾。对于秦祥林，他直言：“我很喜欢他，但从未把他当作爱人。”另一头，秦汉早已离婚，在琼瑶的鼓励下，他打电话给林青霞。这一年，林青霞31岁，认识秦汉13年，两人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他到底是？他是我男人。他就是那个拿鞭子的人。1990年的电影《滚滚红尘》中，秦林两人再度于荧幕上重逢，林青霞更以此片获得金马影后。演艺生涯，我经过了无数的心路历程，我让我深深体会到，只要你执着理想，不断努力的去追求，成功终究是属于你的。他在影坛翻滚了18年，成功当上影后。与秦汉情牵18年，却没有结出美好的果实。1992年，林青霞在大陆敦煌拍摄《新龙门客栈》的打斗戏时受伤，外传当时她打电话给秦汉，想找他来陪，秦汉却说机票钱谁出。那一瞬间，林青霞明白，她和秦汉走到底了。她的散文集《窗里窗外》中有这么一段话，似乎就在描述当时的她有多么伤心。我把脸埋在草帽里，一路耸着肩膀哭回香港，传说孟姜女为寻夫哭到长城，我是因为新龙门客栈哭了大半个中国。林青霞因秦汉满心伤痕之时，邂逅了香港富商邢李源，两人交往半年后，40岁的林青霞宣布闪婚，退出影坛。她的理由很简单，她让我很有安全感。有时候会发生一点不一样的事，这也是衍生一部分，对啊，那这次不可预测的事情也是有的嘛。这段豪门婚姻幸福多年，近来却婚变消息不断，外界盛传因林青霞没能替邢家生儿子，男方就在外面包养小三并生下私生子。2018年则传出夫妻已经离婚，他拿了约71.4亿台币的赡养费。更夸张的是，2019年初惊天动地的秦林世纪大复合，让林青霞直呼太离谱。如今的她经过岁月洗礼，面对这些纷纷扰扰早已不为所动，她化身作家，出了《窗里窗外》《云来云去》《镜前镜后》这3本书，道尽她的人生经历，展现属于她自己的精彩。在电影史上，林青霞永远星光灿烂，在美人史上，她永远让人惊艳。林青霞这3个字会始终被人们所铭记，那些属于她的符号也永远不会消失。